秋冬一到，我全身就像人工造雪一样。1-69这些懒人好物，让你毫不费力从头发丝精致到脚趾头，这些都是我和工作室真实使用的记录啊！我掰头下来的好价格，你不买真的吃亏了。第一个身体肌的独白沐浴露是真的超级好闻，就是你一嗅它离不开。首先它的配方呢是面部护理级别的全氨基酸表活做成的沐浴露，我用完皮肤呢是真的又细又滑，尤其是我特别爱独白这个味道，你洗完澡之后整个卧室都是它的味道，我真的是超级爱它，清洁又养肤，持久又留香，119两大瓶好香。还有这么多，第二个凡士林的4号身体乳，秋冬身体乳呢就是刚需，哪怕你再懒都要有，不然你一干真的穿着棉毛裤都要去挠它，感同身受，你有没有？而这一个4号呢，就是专注做好基础的保湿之润啊，买它不会出错。乳液的质地水水的，而且很好吸收，一点都不黏腻。关键它的保湿效果呢，还特别的持久，不会像有一些牌子涂完之后，过一会就老干了。这么一大瓶250毫升，79.9元，再送一瓶沐浴露。第三个就是诺野的控油去屑洗发水，泡泡很绵密，洗完了头皮呢清爽舒服。就算是天冷两天不洗头了，基本也是不油，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头皮屑。而且我工作室的女生洗完头发非常的干爽蓬松，一整天都是那种短短的。囤两瓶的话158还送这么多。第四个当然是便宜又大碗的 Beef 发膜，安利过很多次了，全工作室试用下来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它。这类产品呢女生是最有发言权的，我工作室所有女助理都说很多发膜涂在头上都要站着干等很久，冲洗完弄得全身都很油腻，但是它一抹上去呢明显感受到是油顺了很多，还不假滑，巨滋润，特别适合干枯发质。98拥有这么多能够让你拥有发光的 flash， 更多给我个 tips 给他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天创，这里是我 YouTube 唯一官方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 tips 了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